Kid 红眼泛泪谈情变，透露出端倪。艺人 Kid 林柏生和许维恩过去传出暧昧多时，终于在今年四月公开认爱，让粉丝祝福不已，也备受外界关注。去年早就被知名命理师詹维忠直指2018年底会和许维恩遇上情关，不是结婚就是分开，让 Kid 听得直发愣。 Kid 与许维恩在农历年前被爆出已在去年底分手，纷扰之后 Kid 曾透露，我们都在努力，甚至安排一趟泰国行，希望能够挽回女友的心，但似乎没有成效。虽然 Kid 坦言二人间问题已有一段时间，正在努力修补关系，但今日在直播节目上一句天蝎座不会回头的，似乎透露出两人复合几率不高。 Kid 情人节前夕爆出与交往四年的许维恩分手，引发各界关注。事后 Kid 坦诚两人发生问题已有一段时间，自己外景工作时间太忙，问题都在我身上，并表示正在努力修补，很想要重回恋人关系，绝对不会放弃这段感情。近日有不少演艺圈前辈骂 Kid 情变后不再像以前与人互动热络，甚至传讯给他也不理人，指他近半年行为古怪。许维恩今在脸书 PO 出一张黑白背影照，写下看清了很多人却不能随意拆穿，讨厌住很多人却又不能轻易翻脸。有时候生活就是要逼自己变得逆来顺受，宠辱不惊。虽没讲明在指何事，但因为时间点敏感，因此引发网友揣测。许维恩兔新生，图翻摄自脸书，2018万0305。贴文 PO 出后 ，Kid 也被调出前来留言。给了许维恩一个加油手势，其他人则跟注鼓励女神加油，当艺人真的不简单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没事。